啊，好的。然后师傅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第二个就是那个改个名字，是86年属虎的，然后那个想改个名字，他就人家给他起了几个名字，但他觉得只有一个名字还算不错，就是说叫田地的田，然后那个号是三点水，一个日字头下面一个天，然后名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名字的名，田浩明。师傅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？陈浩明。田浩明，对，1980年属虎。哎，这个名字有人帮他选过的呀，还可以。啊，对，相生的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师傅太厉害，啊，太厉害了，师傅。啊，这个字是相生的呀。嗯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嗯，师傅觉得可以嘛，嗯，然后他就那就改名，可以改名声纹了，是吧？陈浩明可以的呀。嗯，啊，田浩明，对。对他今后将来事业很好啊。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吧，嗯，好的，嗯，那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师傅，非常感恩师傅。然后那个我们自己让自己背，祝师傅法体安康，常住在世，弘法顺利。嗯，就多看师傅的白话佛法，很重要的。好的，好吧，好的，一定一定，感恩师傅， okay， 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